法完就有什么就。不是维拉这个一球，他很脆。奥里奥拉，他要输出环境的吃队友，他要输出环境的吃队友。你知道维拉现在就是比赛一般选出来都是多个队友。你要玩安度赢啊？老王，老王你玩奶吗？安度是奶，安度是奶，奶啊对啊。你要玩奶啊？对啊，对啊。我也是奶嘞，大哥。我就玩奶。我也要，我也是奶。安度赢啊！敢吓我？那他妈三奶，我操！奥里奥。真的是三奶嘞！我操，还跟那个什么那个老头，完了，这把不用打了。四三保一啊！这把不用打了。完了，三个奶！我本来想选迪亚波罗的，我看到三个奶，赶紧切个输出出来。我看一下。哎，我点输出干嘛？我点一下输出吧。我看你们这什么卵子阵容，一个萨尔，一个你阿拉纳克，我的妈呀！他不然让老大死了，我就挂你老大身上，不要跑，我就挂你身上了。我把他打走了，不好意思，骚你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把他打走了。打老大，怕个卵子，怕个卵子，我再来你啊！没蓝了，没蓝了，可还行，我操！三儿我没看到我的问题，我觉得我有点嚣张。你就有点嚣张，阿拉拉克不嚣张谁嚣张？你是逼格领主啊大哥。我为你赢得了荣耀，好好享受。秀不秀？秀起来了吧？但是我没蓝呀。哎，这傻儿，我操，乱鸡巴走，浪费我能量。目的很明确。打，怼他就怼他。没看过吧这阵容，没看过吧，这阵容没看过吧，对面高建国一个人打五个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但是我没蓝了。怎么回事弟弟，你们这人你冲就行了。但是没有蓝呀、啊、你没看过吧，你这弱对面的吗？傻了我操，怎么回事啊？
给我干！对面他妈傻了，谁也打不死他。你怎么回事啊，弟弟？又打我啊！我操他妈的！刚对面跑了好多人，我们就是抓不了人，因为没有什么那个，但是血是不会扣的，你们放心。我现在能量都是满的，我操！那我们一起一点一点推吧。啊，我就不能杀人啊！冲冲冲冲冲！哎，对面他妈的傻了，谁也打不死。他们也没有伤害，他主要是就一个伤害足一点。他妈，对面怎么？我操，还有集合！我操，你真的是牛逼！好爽啊！哇呀，老头杀人了还行，太龙骨剑是能点死人的，兄弟，太秀了，这你妈太秀了，我操，来。打！高阶领主绑就行了，我操，我全部给你。不难了。这么回事，你这弟弟，能打的是谁？看呀！我们家如果回了，就你征服那边。他们不要去扒了你，我把你。你妈的没来了是吧？在干嘛？搞不太懂。我操！那好爽！对面好不容易杀了个萨尔，又被我复活了，我笑死了。打平 A 平 A 平 A 也能杀人，我跟你说，平 A 也是能杀人的，敲死你兄弟！你的使命已经结束了。啊，老大，我给你加20%攻速啊！他妈对面都已经傻了。嘿，奥利尔也能杀人的。
是比你更强的勇士。我的精神获得了鼓励。太秀了吧，这也。这也太秀了。好爽啊，我操。三个辅助也太秀了。啊！哎呦！哈哈哈哈哈！操！哎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彻底失败了。你在干嘛？老你，老大你在干嘛？老大你在干嘛？打呀！没死了，没人死了，没人死了，一波打完无伤，一波打完没人死了，我们无伤，操，太假了吧，这也，这也太秀了吧。我有护盾啊，大哥！来点音乐啊！他大招放完，他妈的没点伤害我操！我他妈直接加个盾，我操！怎么回事？杀了人要怎么样？我可以复活的呀！哈哈哈哈哈！都是这么绝望了，好不容易杀一个，他妈的又复活了，我操！是这样的，奥利尔是这样的呀！哈哈哈哈！来，你锁嘛，我直接给个，我直接给个护盾，你锁。来嘛，来嘛！太佳了，太佳，来个辅助。哦，我操！大招还在 CD 啊？
对面团灭了我的。捡一个，捡一个血瓶，要不自己去取血瓶。对，因为他妈全死操！这一局我他妈天秀，我操！我们是三个奶吧？对啊，三个。好爽。MVP， 我操！高坚果最有排面的一回，操！这也太有排面了吧！二杀二杀，我操妈零死！还玩不？他还有一局吧？哦，打完了。来了来了！快速快速快速！